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向母娘，行三鞠躬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好，大家上课，好，请坐。什么大佛提手楞严经哈？咱进行哈，我们上次不是有上过课吗？我大概把上次上个课大约哈讲一下哈。因为有的是一些新来的哈，那我们大概把那个，好，这个大概讲一下哈。因为阿难尊驾哈，因为一去布施的时候，他没有跟着那个仪轨师啊，阿舍离的仪轨师，就是有一个专门在跟你看你的行为有没有变端正的人，叫做仪轨师哈。啊，那个他没有跟仪轨师去，他一个人去，因为他刚好一个去布施的时候哈。啊，过门的时候他没有分贵贱，啊去保西，啊去这个托钵啦哈，去托钵。经过七家的时候，一家一家的去托钵哈，分到了一个隐士。隐士在上面，来过来，来进来过来啊。哎，专门在做营业的那个隐士哈，他的房间是一个隐士哈，有一个叫摩登伽尼哈。到阿难的时候，因为他阿难是多闻第一喜，释迦牟尼佛表弟嘛哈，他到这个摩登伽尼的时候，都开始被跟阿难哦扰乱阿难的那个戒体哈盖体，也辛苦嘛，给他扰乱戒体。阿难快要破戒的时候哈，释迦牟尼佛一知道，好，他就派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请那个大菩提手楞严那个楞严咒放在阿难的头顶。阿难也在苏醒了，阿难就在看到那个文殊师利菩萨来，就在哭啊，哭说他哦多闻第一啊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悟啦、啊？为什么不能被那个哈、哦、魔女一考就把他快考倒哈、哦？然后呢，文殊师利菩萨把摩登伽尼跟那个阿难一起带到释迦牟尼面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了讲这个说，为什么你今天会被考倒？因为你哦不，你对那个心哈、啊、跟目。心目啊，为旧，为最大的过患。目是什么？眼睛嘛。心跟眼睛这个地方啊，是你很大的罪患。那我问你，心目既然为旧的话，你知道你心在哪里吗？啊，我们阿难，心里都一样。进去什么？心里都一样。我们你心里都一样，心里都一样，你也心里都一样，心骨来的。对吧？阿难讲，反正讲我心是都在心里底，对不？那、啊、你心嘛都在心里底，简简单单，都在心里底。啊，你就爱心看这五种药物啊。你看你五种药物，看啊，比如讲阿难好，你目睭看这外口这个，比如讲恁叫按夹看我这黑斑，你不买讲黑斑，你会先看到我未？再看到黑斑未？哎、啊，如果你心嘛是里底，你爱先看这五种药物，再来去外口处理嘛。啊，你阿无阿都看到你五脏六腑，啊，你阿讲心伫内底，安尼哦，安尼心伫内底，安尼听话吼。哎，阿无心伫倒呀，玉啊，安尼我知影，心无在，阿心伫伫倒外口。哎，讲阿心伫倒外口，伊讲我问你哦，你前食饭的，前出家人食饭一日饱，我讲你前食饭饱，我倒每人食饭食饱，有没有一个人吃饱，大家都吃得饱？不可能，因为身跟心不可能连在一起，就是说你归你，你归你嘛，哦，那如果说一个人吃饱是你吃饱，你不能大都吃饱。这个灯光在室外的时候呢，可以啊，灯光啊，灯。我们灯的时候，在室内的，在灯在照射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可以照得到，明白吗？哦，爱光一心，也一光心就在于身外，就好像我们灯一样在外面。所以每个人可以照得到，那个阿难讲的告诉他，所以我认为心应该在外面。那心若在你身体外面的话，身跟心是不相干，身心不相干的，对不？你的心跟你的心相干吗？不相干嘛，不相干的东西呀、啊。所以说，既然不相干的时候呢，你不能跟你讲假分的钱吧，你不跟钱讲分打一把。所以身心既然不相干，那你若心在身外的时候呢？你说哦，这个是不对的观念。如果你心在身外的话呢，就跟身体已经分开了嘛。
分开啊，你那可能讲心在外口，讲心也不可能在外面，这无有是处，那这也不对。啊，大概的话，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大概把那个第一个、第二大概讲一下。好，这第二啊，对吧？这个字啊，干嘛还多？那个是假，那个假。啊，这也可以啊，这也可以。阿难，啊，你按剪刀都回到最前面。这个还可以在前面。这都已经我们都有上过课了嘛，哈、哦。我们再看那个真心处就好，从真心开始了。好，这个还没。哎，你那么快，我怎么看他？不是卷二，你卷一都还没有上完。再往下，再往下。往上的意思，那往下是往上的意思。哦，是哦。不是往下，拉下来啊。对。好，再拉下一点。好，这样可以。这个。啊，好，再下一点点好了，再下一点点，再下，再下，还是要再下，因为这个太前面了，不是太后面了，再下。好，再往下，再。可是就到卷二了。不是啦，你不是卷二，卷一嘛。卷一。哦。他的钱对呀、啊，你一直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不要再拉上去，不用怕嘛，反正从最一开从头弄给我看嘛。对，再上去一点。好，往下一下好了。好，往下一下，我再把它重一下。好。再把它重一下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这个好，阿哥，好，给它再下面一点点，好，再好，我们再下一点，好，他说有没有心不为救，好，用士兵要砸光哈，好，我们再往下降一下，再降下一下，再降一下，好，从这里哈，我们都再重一下好了哈，阿难，我今天问你，啊。当你发心是源于我如来三十二相，因为我如来有很庄严的三十二相，所以你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你看到我的如来三十二相，这个因缘就要攀缘三十二相之后呢，你用什么来所有看到我的三十二相？哎、啊，以谁为爱乐？阿难哦，就对佛说了，佛言哈、哦，世尊，如是爱跟乐。是用我的心目，我为什么会喜欢修行？要看释迦牟尼佛，你有三十二相，很庄严，所以我产生了庄严的心。我说啊，世尊，你这么庄严的庄严相，所以我产生爱乐。那我爱乐是怎么产生？是因为我有我的心目，眼睛、心跟眼睛啊，所以用我心目由眼睛来观见如来。非常殊胜的三十二的圣相，所以我心生爱乐，所以我想要发心，愿舍利生死，啊，舍生死跟我管一下生气。佛告阿难，如你所说，真所爱乐，如果你真正所爱的乐，因于心目，心跟眼睛嘛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不了解，真心。四肢，如果你不了解去知道心目所在，则不能降服你的尘劳。尘劳仍然难记的世间的烦恼，还要想我们这个尘劳怎么，我们都被尘劳所转，所以我们才会去轮回。我们被尘劳所转，找不到我的佛，我们变成众生起轮回。所以，如果你找不到你的心目的在哪里的话，则你就不能降服这些尘劳了。啊，比如国王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国王啊，哈，为这个贼王所侵，你要发兵来讨伐他，
好了，那我们身体上有贼在，我们身体有哪几个贼你知道吗？有六个贼，哪六个贼？我们身体有哪六个贼？眼睛、鼻子，还有鼻，还有什么？舌，还有什么？身、意。那哪一个是贼王？谁要是这个是贼王，这是贼之王啊！这个贼王一动起来的话，这个心啊一动起来的话，带动你这几只啊，都开始被作乱。所以你就是因为被这些作乱之后呢，你才变成轮回又轮回，因为生产生贪爱，贪爱之后呢，你就不能降服你的这个尘劳，就是世间的一些红尘的，然后一老虎一生啊，一辈子老虎一生不能把它降服掉哈、哦，所以很难降服这个尘劳。比如国王为贼首军，发兵倒出，所以这个兵呢，就是修炼嘛，这个兵就是打坐嘛，修行嘛，念咒嘛，学经嘛，啊，这个兵要当知道贼之所在，啊，那你这草啊豆芽会使你去流转呐、啊，轮回去流转呐、啊。被生死流转啊，今日当人啊，下辈当猪啊，然后下辈再当狗啊，再来当人啊，一直流转啊。好，这个都是使你流转，是因为心目为旧。主要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心是最大的病，它出了毛病。那么你每穿那个眼镜哦，看当你，那你心跟那个眼镜哦，是咱上大的。大毛病，那都不会认得哈、哦，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比较难哈、哦。无尽问，我给你们啊，无尽问如，为心跟目，心何所在？那我问你，心跟目现在在哪里？阿难很聪明的、啊，阿难头脑很好啊。阿难得佛言，对佛说：“世尊，一切世间有十种的意身，十种有十种不同的身，胎身、卵身、湿身、化身，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，有十种不同的身。胎卵湿化的细状啊，对吧？有各种身，这些十种不同的这个种类的身，都十种一身，都了解，将这个了解心呢，事情是居在身内。他们内心里都还是不了的，答案就错误。那阿心，那阿心是心不来的。那是一般众生呢，佛祖讲得唔对，啊唔对，你才很断定，你是入此心地的，啊心地来的，啊，所以将四心聚于身内，纵观如来，你就是你看法如来，青莲华眼，青莲华眼，意在佛面，也在我的佛的面前，那个脸啊，佛面的佛的脸，哈、哦，我今观此福根至诚，阿难告勉，哈、哦。我肯定要做观音如来的这个吼青莲花眼，嘛是在这佛面内底啊。所以我今日看观这佛本性面啦，吼，只在我的面头前啦，吼。如是这心嘛，一定是修出来的呀。我安尼看出去，我看到你如来的目睭啊、面啦，我看会对啊，一定心里内底啊。但你我唔知，我都安尼照目睭来看出去，所以我心一定在内底。阿南公对我，阿南公对嘛哈，所以第一个，哎，心就聚在身内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佛告阿南，如今现在坐在我如来的讲堂，哦，你肯定这话如来讲很多，因为我在这个如来讲堂，你就坐在我如来讲堂哈、哦，因为他们以前上课都是用打坐的嘛。观紫陀林，如来讲堂在过去就是紫陀林，一个人花园呐、啊、哈，金河所在。这个紫陀林在哪里？世尊，这个大乘阁的清净讲堂，这刚堂嘛，在几孤园，这几孤园的底下，对，这些花园的几孤园哈，在紫陀林的几孤园，今紫陀林实在堂外。不在堂内嘛，因为你在讲堂看出去，后靠出去有一个紫陀林啊嘛，都实在堂外。阿难，
如今唐公先河所见，你先看着上面物件。好，这样把它压开来。你今何所见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事关大众。拿完了，如是往外看，才看到的如来。哎，对嘛，对嘛，哈。啊，那我就跳呀，啊，这世尊不也就跳呀？啊，那你现在看到的如来是用什么来看到？啊，世尊呐、啊。这个大讲堂啊，因为唐阿门在大讲堂啊，后边唐阿门拢怕鬼鬼啊，护着你窗，护着你门户啊，窗啊这个窗子啊，所以窗户都打开啊，所以我在堂就很远就可以看得到啊。一问一答、啊，说世尊长跟阿难一问一答。这个时候呢，世尊呢在大洞中梳着他的金色的手臂，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摸着阿难的顶部，他个顶啊，他的顶号，他跟阿难及诸大众，对来讲，有三摩提，不解就是三摩提。我们不在《楞严经》有三过三摩提吗？啊，三摩摩提啊，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的功德，可以十方如来一门都可以超脱妙等领悟。只要你照这个一门去修的话，你就马上开高的斗底啊，超越这个尘劳了，就马上开悟去了。就是你如果了解这个大佛顶首楞严这个经，如果你有深入它，你可以讲它是具足万行的，佛陀的万行，十方如来也是靠这个一门而超出妙观莲的。安如今谛听，你注意听，老弟跟我去听，安那个是个顶礼呀。福寿池子啊，这个都听得懂哈、哦，这个应该不会很深吧哈、哦，我这样解释都比较清楚了啊。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言啊，汝力说道，身在讲堂，然后窗户呢打得很开，开开的，很通达，远远可以看到离远，也有众生在我这个堂中不见我如来。能够见堂外的有没有可能？这个人有没有可能？如果有众生不看到如来，只能见到堂外的灵里，有没有可能？阿难回答说：“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可以见到外面的灵群，不可能的事啊！无有事就是佛破戒来记呀。”好，还听不好？阿难，你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意如是，你也是一样的。你今天你的讲，你的心灵一切都很能够明明了了的了解。若你现在现前所明了的心，你认为你现在心灵的那个心是实在住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啊，尔时见两干呐，立先和了，知道内身。你眼睛一打关起来的话，你心都在里面，应该先知道里面的身体。你要先知道你里面的身体才对啊。如果有众生见到身中，先见到身中，然后再看到外面的物，纵不能见到，纵使不能你见到你的心肝脾胃，来对心肝脾胃嘛，心肝嘛，或者你的怎么样爪嘛，身还有法肠嘛，因为你说你心在里面，你要先见里面啊。啊，还有筋啊、转啊、脉摇啊，啊，这筋啊、转啊、脉摇，这个呼吸啊、脉摇都看得到啊。那如果你这个能够很了解、成名合了的话，如果你会不知道呢？或者你不知道、没有看到你的心肝脾胃呢？啊，你心怎么会在里面呢？对吧？啊，这样应该了解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不知，必不内知，一定不能里面去知道。啊，若不能内知的话，因何可以知道外面？不内知就不知道在外面，是不应知。如所说绝了人知的心，住在身内是不可能的道。心肝我搞清楚了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这个会听无？你们怎样讲？你心知道，我心里来的，对吧？啊，有一位哦，以前有一个人哦，他说他
太太她说放不下心，她说她儿子哈、哦、她放不下，她老公放不下，她去找那个师傅，师傅我一辈子哦修行到现在我一直烦恼不断，我一直放不下。我说啊，他师傅问他说你放不下什么？说我放不下心。啊，他师傅说那你把心掏出来，我帮你安让你放下。那就说我心掏不出来，心有没有在里面？没有。你如果把它割起来，把那个心拿起来的话，也没人就死掉了。心不在里面，那个心脏也不是心呢。你别以为心脏是心呢，心脏是五脏六腑而已。心有没有在里面？好，所以说这样说，心在里面，住在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哈。所以不要说心我住在里面哈。好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心不在身内，如果心在身内，先看到如来嘛，再看到外面嘛。他外面都看不到，怎么会知道里面哈？